阿月，在。王妃，玉秀，不是让你好好休养的。她呀，就是天生的劳碌命，一日都不得闲。锦儿呢？锦儿姐姐病了。病了，请了太医没？请了，医师说不是什么大病，吃几副药便会好。 这天寒地冻的，快点跟厨房说，做点滋补的，再多送点炭火过去。是，王妃。这底下的下人们都说呀，王妃是最好的家主。玉秀说的不错，阿月的嘴啊最甜。等玉秀出阁了，有你陪在身边，也少了几分寂寞。 姐姐，姐儿姐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王妃听说姐姐今日受了些风寒，特意命我们带来一些驱寒保暖的补品，这些都是上上好的。姐姐赶快吃了，很快就会好起来了。放这儿吧。王妃说她一会儿就过来看你，替我谢过王妃，请她无需挂念，只是小病而已，过两日就好了。那姐姐，我们先走了，你赶快把药喝掉。 是王坤，我不要见他，我不要见他。